槟榔啦，哦，连枝破断，才用去拜拜，哦，啊，黑龙木这种，哦，这个，我们这边哦，有，他们两个是台北医学大学的实习生啦，那、啊、我们这个是，国外有三国实习生来我们这里，这是第一个老外，这是捷克实习生，他、啊、这个是亚洲。各国的药学系实习生，他、啊、这个是亚洲各国的药师来我们参访，那、啊、他现在是一个月大概四五次演讲，这、就是各位社区啦，还有学校啦，还有肠道单位啦都演讲哦，真的，那个他最近要去这个达人女中，达人女中各位知道吗？内湖，啊，他们说从来没有考过一个药学系，一定要。拼了，上一学期的课，易药师哈，啊这个，刚才一直在问说，为什么旁边药局啊，从我们刚刚走到现在这一区啊，药局关掉58家，对手哈，啊业绩成长20倍，啊。